独烘出来月饼，香气十足，是真可靠的两因素。所以来工作人员无用包装，准备要出货。因为中秋节就得要到了，订单是一张接一张。我们今年的月饼销售啊，到目前我们已经销售到2000多盒了。目前接受的订单在陆续增加之中。我们为了那个使学同学能够学习一技之长并能够在春游能够参与他们去重塑他们的技能训练的专长，所以我们实施烘焙班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学习到很好的一个烘焙技术。这个所在并不是一般的糕饼店，是训练第二杠杆。去年开始训练受训练制作月饼，头一年就销售3000盒的成绩。今年最近才开放预订，就已经有2000盒的订单。今年我们接受的订单是3000多盒，那今年我们开放到现在已经2000多盒，目前接单在陆续增长中。我们都让同学学习那个他有看学习第二专长，然后他们出去以后可以从事他们相关的工作，然后我们是让同学能够学习更多的一个技能。我们的利润相当的微薄，大概是1%多左右。现在很多原物料都在起价，不过感觉所做的月饼所没起价，12粒包装的两因素，一盒才卖200块，比起价也更加便宜。最主要是希望受训人可以有一技之长，因为在里面 学到一技之长，然后出去就看做看看这样，就是不错，有老师在教导，对啊，就出去就有一技之长。因为订单多，买起个旺，训练第二杠杆的受训人最近都无用做月饼，也因为计销比起市价也搁较便宜，好第二杠杆的月饼内盒也豆豆拍出知名度。记者陈阿玲，长报道。